这次景的设计概念基本上要把观众跟演员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，整个空间 变成有点在船的甲板上。这次合作基本上在进行一场就是跟导演、演员还有设计师们的一种结合跟合作的一个方式，然后另一方面也希望说音效设计的一个配搭处理，然后全部东西融为一炉的一个处理方式。服装本身这一回会用比较强烈的颜色选择，那景我希望它是变成一个衬托，同时相互共存，而不是去抢那个焦点。那到时会怎么样，观众自己。